色天香花，春末夏初来，银饰富贵蜜，百瓣傲骨体。花开定有时，色艳终沉溺。世间有情人，叹息望牡丹。点点滴滴，就像花蕊的珍珠。花开花谢，落土才知名，也是悲欢的轮回。看出身哦，安尼只干没遐尔啊拍拼，你做太阳饼，就证明讲哦，已经重新搁再站起来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妈，哎，我今明仔早起哦，要做太阳饼，迄面粉还佫料拢传好啊。哦。明仔透早起来啊，我就要开始做饼啊。嗯。啊，庙门哦，我顺便替你开，你等困晚，无紧哈。哦，我现在做友好哦。啊，你当代志拢甲做好，阿妈就要做啥？啊对了，啊你个太阳饼，阿妈来斗三工。妈，来，阿姐，不要那做哦，我拢记条条啦。好。只是可能哦，较轻松啦。好。不过我心里有准备啊啦，做头一批哦，应该无得回我最准。啊，不过相信哦，应该真紧，个手感就抓上来。好。妈，看你这日那拍拼，这很认真哦。我比想得较欢喜，不过拍拼莫拍拼，身体嘛是爱顾。人讲一个健康身体，才有拍拼的本钱，知影无？妈，我知啦。就是讲心过来哦，难免会着急。食到这个岁啊，拢无家己的事业，所以这届哦，我一定好好拼一下。啊，若无我惊讲，若阁拍落，可能爬不起来。所以我即马趁这个气势冲到底，妈，我得做件成绩给你看。谢谢，真好。妈，别艰苦，你是安怎啦？妈不安怎，妈只是看你阿些辛苦，妈生活来做唔甘的，拢是我过去无好好教导你，才让你行出这冤枉路。现在你来比别人搁加倍努力，你才有法度重新站起来。妈做对不住你。妈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我做细汉啊，你安尼辛辛苦苦到这样大汉，这么晚报答你啊。嗯。我一定认真打拼，把恁金夫人这块招牌重新给挂上来。好，妈等你。你到嘞？哎呦，公司迄无重要啦，我要甲你讨千岁的护身符，愈侪愈好哦、喔。你想讲讨护身符要创啥啦？啊，唔就是。啊，就是啥唔着讲了，为哪要讲一半啊？哎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还阁讲袂准的啦。飞弟吼是阮当然去一个所在啦，我哪想吼，拢感觉无啥对当呢。飞弟吼，我惊迄有歹物仔吼挂过来啦，我想要讨一挂护身符来护身啦。嘿，你讲我这心皮，我看你在做啥物亏心事哦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害阮家来哦？不是啦，真正不是啦，叔仔，拜托已经好好啦。我讲哦，这好心事哦，是人天命，我才有好人的，袂当白想的。
啊，啊，这样少，安尼敢有法度应付？佮讲得弄哦。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啊啊，多谢师姐啦，吼，那安尼我先来走吼。哎，阿基，你过大路一下。哦，明天见吼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个阿良啊，来时风来，去时雨，安尼撞在撞啥碗糕？嗯。阿公嘛，我看伊紧张到安尼，敢会真正出代志啊？啊，这是出代志哦！今麦才要提护身符啊，要付啊啦。不过我看安尼哦，要讲敢那唔讲的哦，绝对有代志在骗我。不要紧啦，等伊下工来，再甲问清楚就好啦。妈，嗯，啊时间无早，你较早休困嘞。嗯，啊好啊，唔妨来休困，啊你嘛较早休困嘞。好，我知。加油。嗯。穿好要出去运动啊？对啊，咱哦爱有迄个运动的习惯呐。你还知呢？运动了后身体健康哦，规工的精神足好呢。那要吃什么药啊？顶下台湾才做工啦，我拢无去运动啦。今仔若无过去哦，一日要抗议啊！啊，阿安尼吼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来换一下衫吼，我该做来运动。啊，运动完吼，咱伫来同外口吃早顿，你看安尼好无？早顿。台湾古早味嘞，头面小饼，油炸鸡，还有米粒。对啦对啦，哎，你等我，我来换衫哦。啊，好食好食。是我啦，我已经登去台湾啦啦，我想卡串串的吼，我来去咱公司哦，行行看看啦，了解恁即摆业务的情形啦，吼，啊你替我安排，我下面就到。这几只啥呢？而且我打电话去，只少年接，我听伊讲话哦，哦，迄个那精神足饱的，啊，我这摆经济的总经理哦，确实也无见唔着人啦。哦，米娜，你哪会这么早啊？早早啊。哦。把抓成传后呢？啊，今日什么日子啊？无啊，我就想着。嗯，想着。哦，我知啊，原来是要甲总经理做爱心便当，啊，顺便做给阮食。无啦，我是专工吼，准备给恁食的啦。啊，伊是想啥？哎，我白甲你讲啊，我等阵吼，甲伊约要运动，伊应该到啊，我去楼下等伊。这很独好。张经理，啊，咱不是要去运动，你穿安尼是要安怎运动啊？明仔是的啦，公司啊，恁主任当省长，伊昨下转来台湾，啊，恁打电话讲哦，要过来公司看一下状况，所以要我陪伊，啊，今日的运动约会，哎，取消了。啊。好啦，后盖啊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，莫生气啊，好不好？嗯。既然你拢讲伊是因为工课，安尼嘛无法度啊。而且你拢专工来搞回事嘞，我袂甲你计较。你啦，多谢你。嗯。一透早吼，就伫遮晒恩爱，恁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笑笑。
妮卡，歹势哦，互你等足久啊，我好啊，应该出发。哦，你要甲总经理做伙去哦？当然啊，我是副总，一定要做伙去，跟你当所长啊。原来你不是专工来甲我分析的，你是专工来接伊的哦。我是真正专工来甲伊分析的，我想讲弄大做伙，我都顺续加伊公司啊。嗯，好啊，行啊。姐，妮卡 baby， 辛苦啊，工作加油，加油！别啦！哼，想要在我面头前嚣摆哦，你慢慢等。小小梦萍，您稍等打打架哈。我要去睡回笼觉。小小啊，你一透早又搁咧打架呀？是啊，啊两个人大刚伫遐笑一个查甫人，刚刚咧看八点档。多吃米啦，迄招够厉害呢！你看，迄尼克哦，会袂敢咧昏昏死死去，即个米啦不赢啦。希望是啦。小大等，你要做我的。古早味就是古早味啦，无人安尼啦。台湾的早餐，我分量遐多，不俗。你嘛感觉好食吼？啥物才感觉好食？想外久嘛无人食着这啊。啊，是讲美国毋是同款有卖这物件？同款都无同西有啦。有影啦，我住美国住真久啦，人也嘛有是卖咱台湾的物件。哇，这啥物动物啊？奇怪，卡安怎食都无咱这台湾的味啊！嘿哦，是你哦，嘴子伤赖啦。那这点哦，哇，我输你。哎，是什么我嘴子真赖？我惊食啦！阿雄表兄，啊，拄食完咧运动煞，流规身躯汗，你要先去洗一下身躯，等我休困一下无？哦，对吼。哎，稍等稍等，我身躯哪洗出？我无要休困，我要出去行行的。哦，你去我新公司嘛，啊去行行到那看人家个变个什么程度啊？你敢带人来看我新公司无啦？啊，歹势啦，我今日你哦袂用的啦。啊，你著知影讲吼，阮这家伙啊，即嘛哦安尼哦，一个人一国咧大啦，啊，无法度亲像哦，亲像安尼逐工见面。所以哦，啊，阮都约好吼，啊，咧同一个时间哦，啊，上网用迄个视讯吼，啊，咧见面开讲啦。虽然哦，唔是真正见面，啊，毋过哦，我也无想要错过这个团圆的机会啦。哦，应该啦，应该。以后看你约什么时阵视讯，拜托甲我讲一下，我参加一下。我偌久无看到恁跩囡仔大细偌思念恁呢哈！好好好，无问题，我一定会事先甲伊通知。哦，我来先挂。哦，好好好好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哎呦喂！一间厝的价值哦，唔是看讲哦有偌大有偌水，都爱看这间厝内面哦有偌侪欢喜的笑声。哎，这边个公司哦，就方通知讲，董事长今日要来看。唔知影是不是有啥物特别意思啊？免想遐多啦，咱做好家己应该做就好。当所长来还是歹来，对吧？我形象的这种态度，对。本来就是啊，咱只要尽心尽力做好家己应该做的代志就好啦，是要惊啥？哎，格力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即摆的心情哦稳定真多。哦，我看袂出来你会紧张呢。拜托你，我真正就紧张好不？我是叫我家己吼表现无好，啊，让董事长失望啊。那就是垃圾。
生日好！阿叔生日好！是啊，那是阿公啦。刘董事长，我是台湾公司的总经理，叫我尼克就好啊。尼克，尼克是别个公司哦，你特别跟我介绍你啦。讲你是一个哦艰难得的人才，办事能力够强，一休也乖。上重要就是你哦，待人处事哦有迄个耐心啦，啊。阿志祥，拜托啊，讲你安放个巧诶，千万袂当讲是查某哦。董事长，来，我介绍一下，啊，这位是吼，我公司诶。啊，董事长你好，我是台湾分公司诶 Kelly 啦。Kelly， 这个名我哪敢那叫熟识？啊，不过无讲真熟识呢。可能 Kelly 是菜车名啊，真侪人叫。啊，你有确定咱真实以前拢毋捌见过面？应该是无啦。无是上好啦。啊，不过我安怎想啊？你都甲我一个熟识朋友，是最重要的。董事长啊 ，Kelly 哦，这张天分主播设计书。我跟伊实在真久啊，我专工为别个，请伊倒来台湾甲我斗相共的。我相信 Kelly， 你一定会当替公司创造一好形象。又遐搞，真正足搞的。老年也上好啦 ，Kelly 啊，你也认真拍拼，唔当我总经理失望的啊。当处长总经理，请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做，袂让你失望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啊。那个，你就带我来西街看看参观者。董事长，啊，我失礼啦，我阁有公司爱无闲，就无法度陪恁啊。好啦，办公室还要给你去无闲免陪我。董事长，来边请。就去我阿公聊包，啊，接下来就知影我伫咧美国食头路啊。哎呀，等下伊阿老是搞修理。这就是副总的办公室。哦，董事长，总经理，董事长来啦，坐坐。哎呀，这嘛讲吼较侪去啊，啊，行一点仔都人都添加。好啦，我坐在遐有坐嘛好啦。哥啊，明仔拜托你煮一杯咖啡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这是咱的故乡呢，而且你不是讲话台湾美食足多，臭豆腐啦、蚵仔煎啦。好啊啦，免担心暗话啦。你阿公想咱走倒去台湾？你头先不是有听那个讲，讲伊非常欣赏我的才华，特别挖角过来的呢。阿公，有人欣赏你查某孙的才华，你无欢喜啊？欢喜是欢喜啦，我是无欢喜我的查某孙哦，无代表就走到台湾啦。你嘛无甲我讲你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啊？我今仔要想啦，我恁阿公呢？咱今仔想啦，哦，我今仔以后要去倒啊，来先甲你报备哦。你想到今仔来愈无大无细啊？啊，你唔是就爱我无大无细？啊，以前改今仔都无改呀。老实讲哦，想到这个台湾，我唔知我伫咧台湾做工会做偌久啊。无你考后过个就转去美国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即久遮拢无外人啦，所以我唔免考虑民主啊。倒是甲我讲，谁人要登个台湾，佫无我声，哈？连登个台湾也无甲你阿妈甲我讲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老是甲你讲啦，我即摆登来台湾哦，想着一个查甫人啦，
啊，迄个查甫人，我该有熟识啊无？就是。是倒一个查甫人啊？无啊，我哪有讲啥物查甫人？你听唔对啦。凯莉这个戆查某囡仔，原来喜欢的查甫囡仔就是尼克啦。好，你来遮戆啊！阿姐有啥物通问我？你无紧甲阿公讲，阿公就一定甲你斗相共啦。尼克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即久有女朋友？啊，有啊，我讲女朋友就要结婚啊。我真希望啊，年底的时阵会当甲伊结婚啊。尼克啊，你即久咧公司就恁差无偌久咧，公司即久定时要你斗相共。你敢袂愿家己这个结婚典礼退后一下？董事长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这个代志我好考虑一下。要是阿公了解我，厉害嘞！阿公多谢你啦。李哥，我刚才会记你拄上下介绍，凯丽是珠宝设计师。啊，是啊。啊！你啥物时阵要带我去参观你的作品啊？呵呵呵，那安尼哦，我即马随带董事长你去看。我问你，你喜欢的查甫人是尼克对吗？啊，你嘛是为着尼克才回来台湾？是啦，我喜欢啦。哦，我已经喜欢伊足久啊。啊，你嘛知影讲伊即久离离婚找着？我知影啊，伊红妈妈对我真坦白。啊，你敢有对人坦白？坦白讲，你对伊的感情啥款？就无打嘛，唔敢甲伊讲啊！我惊讲我若甲伊讲，啊，伊若歹接受是要安怎？啊，到时阵伊毋就离我远远，所以我毋才拢毋敢讲。啊，你毋敢讲，来遮好的机会，啊，再另外别个查某囡仔，吼，我用我万福祥来去形容你是正直戆的迄种查某孙啊！啊，我即个转来台湾就是想讲要趁这个机会甲伊讲啊，啊，结果伊就。你先甲你讲，伊要结婚对唔？阿公，你足厉害，啥物拢知影呢？既然讲你这个老弟家要从啥，个人抱甲款款的，等去美国住，啊，你较实在，也无逐工看人咧运来哦，啊，再对心乖。我乖啦，明明就是我甲伊实在上久的，为什么我就爱遐尼简单哦，就放弃？安尼就对啊啦，啊！我因为我万福的查某孙哦，绝对袂去认输啦。你放心，阿公一定会教吼尼克哦，也顶爱甲你斗阵，不管要用啥手段拢会用的。阿公，即下我不爱你插手啦，我知你足厉害，以后唔过我想要靠我家己啊。靠你家己。阿公，敢讲你无相信我的能力？你的能力是真好啦，啊，都是心肝软啦，啊，人遐善良啦，啊，拄到代志哦，想到一堆啊，啊，唔去行动。为着你，我一定改变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你都安尼讲，我要阁讲啥物啦？总讲一句，你也会记的啦。万一以后你若发现讲你家己无法度解决这样代志哦，做你甲我讲。阿公，你后壁全部听你的，听无？我知影，多谢阿公。我问你啦，你即久到底是住伫倒啦？啊，若是住伫个饭店哦，你若唔规矩，甲阿公同款搬来恁表叔公遐住，人伊个厝大间，房间阁多。我则无咧，我甲表叔公也无熟，而且甲四大人住做伙真有压力呢。我遐烦恼讲哦，是毋是当时去用骂，足无做。你安尼讲实在是有影啦。
我即久哦，甲恁表姐讲哦，迄感情也真好。不过阮两个即久生活方式拢无同款啊，所以我有啥去住伫遐哦，人感觉家要差差咧。无咱安尼好无？归去咱住台湾买一间厝，你靠我老严家等人来找一间中介。啊，咱厝若买好，你就跟你搬来甲我住嘛。阿公，先免啦。我即摆甲谢昭跟阿大做伙，虽然讲话公寓有较旧啦，哎，遐唔过对我要甲尼克录下来真有帮助哦。安怎讲？因为我即摆甲尼克的女朋友大做伙啊，安尼我就会跟了解讲哦，你呐伊的缺点甲优点。你是准备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？我感觉米娜这个人哦，太骄傲，太有自信，别人讲的意见，伊拢不爱听。但是这点哦，我比伊好真多。所以我相信你，到最后一定会知影，我甲伊哦，这是上速配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！你既然哦有自己的想法，啊！你阿公都要干涉你啊！阿公嘛要祝福你哦，会当个你，也得等。妈，你再看麦，看我手机有退步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呦，笑笑笑！妈，前天你讲我来放心吗？哎，阿哥，妈不放心。小诺，你是我的囝呢，不管你做什么物件，我拢爱讲好食。阿婆，咱提下日本料理店，让大家试验看卖。我要提下日本料理店，卖啦。小诺，你是惊人嫌你物件歹食呀？我唔是惊人嫌，我是无介意遐人哦，爱话白讲话。本来嘛是老实讲，啊，食了好食就讲好食，歹食就歹食，你哪有啥话啦？刚刚你是人讲的中年女秘呢？我才唔是。啊，唔是就好啊，唔是就干嘛来去啊？妈完全是为你好才安尼做。好啦。我搁只腿后壁用塑胶袋落吧。安尼唔得叫。哎呦，冻嘞，我就惊嘞，那腰路吼一定有腰损，我赶快听话啦。你嘛好有知识嘞，迄也做催眠术啦，是不是腰损？啊，一个查囡仔兄，你是咧惊啥啦？我坦白甲你讲啊，我全可算吼命中有带三个，个性个。运气个骨头嘛真硬啦，等下我安怎做，你就对我做就对啦，行啦。啊，当然啊。啊啦，莫想天气哦，迄个梦萍啊，遐个鬼头鬼脑，拢去人催眠啊呢。你讲一个别人，你讲梦萍哈，我食鸡盐哦，比食鸡米骨较济啦，莫紧张啦，行啦，看我啦。年轻啊，也是啊，我你话你去。两位施主你好，你好你好。主任先讲，早就算出来，恁会来找伊啊？哈，以前我要来。是，来，我找你来见。好，来来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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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姐啊。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我来介绍，这位哦，就是看你要求财、求运、求万事通的主任先讲。哎呦，主任先讲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自然仙姑啊，你的知名度真正够悬的啦！我足侪朋友拢在跟我讲吼，那来你这求一个啊吼发财的物件，啊，当厝囥的大厝拜拜吼，绝对赚大钱的啦！啊，大家拢学了讲吼，自然仙姑你吼神通广大，所以今日这种专工来给你参拜啦。这位施主，啊，
啊，是什么人介绍你啦？啊，这敢有啥物重要？啥物人介绍我来？这无重要啊！你问这要创啥啦？当然嘛是足重要呀！啊，你嘛知影，阮自然成功的法律哦是不变的呢。假使讲你来当来宣扬伊的法律，吼，安尼是运势搁较好。啊，若假使讲你会当一个介绍来，也是要介绍十个来，哦，那安尼是福报就搁无同款咯。安尼哦。哦。老鼠会呢？孟平是一个查囡仔啦，卖甲牵阿尼阿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安尼我坦白甲恁讲啦，我一个好朋友叫做阿喜啊。阿恁敢咩对有印象啊？迄个日本料理店的店长，伊讲要回去提钱来卖转运手镯，结果拢无回来。敢袂是知影啥？这两个人，我一定好好应付。有印象，啊，伊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伊都无钱吼，人讲来甲成果结缘，所以安尼生伊就是甲伊无缘啊啦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这也有缘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今日真吼是诚心诚意要来向自然成果你请教，啊，请你给我指点，哦，拜托拜托。你是前进建设公司的头家，生意本来做甲袂歹，厝也卖甲真好。啊，不过这几年你得惊歹运，刷落来，不得了哎！你会连续结十年的正良运？哈？十年的正良运？啊，不过刷落来，自然先讲啊！啊，你讲我会惊十年的正良运？啊！你佫讲啊，唔过啊，唔过是安怎啦？拜托拜托，讲话较详细啦。歹势啦，我只对有缘分的人讲。哎呦，自然先讲啊！啊，你才有知影讲我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哎，咱就代表讲吼，咱足有缘分啦，对不对？拜托拜托，拜托自然先讲吼，你给我指点，我要安怎做吼，才会当行到正良运啦。拜托，好拜托。先讲，看因两个这么那虔诚。你就甲因斗相共啦。阮先哥是无凊彩共斗相共的呢，即个表示讲你甲伊有缘啦。夭寿哦，当然毋是卖铁罐呢，那几个人跳袂甲死死昏昏去啦。每一个人的头有七孔，我要开通你的第八孔。伫我开通的时阵。请两位把你的愿望放在你心肝内，即马就请两位看我，袂当客气。我冒死啊！钱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我一直算，一直算，一直算，算未完。哇！我台湾首富，我好嘅人，我好嘅人，哇！啊！我那刚刚归人，身体松松软软的，好舒服哦。阿灿啊，这条路已经你身体腰酸了，我袂当去学催眠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有啊！我嘛记一下好啊，当然变好呀人啊，我嘛要变好呀人，真好，真好呢。我台湾首富。恭喜两位，即卖拢已经超我降龙之气，啊，不过爱保持降龙之气袂退，就要用一卡转运手镯。
阮先哥已经加试过啊，只要30万就会当结缘。30万？我买十卡，我台湾首富，十卡300万。怎么啦？当然去用催眠啊啦，我还赶紧带伊离开家。那人家是带现金来遐买啦吼。别别啦，我台湾首富，莫跟我讲话啦。300万，我好个，我台湾首富，台湾首富。阮家去予朱元生讲催眠啊啦，啊，规个人吼动拢动拢的啦，啊，伊搁当场吼签一张300万的支票吼，买十个转运手环呢，搁跟阮秘书吼替朱元生搁起大庙啦。一道路去予骗300万哦！哦，这个朱元生搞真正搞害我夭寿的。哎，啊，你等下咧。我阮家吼，伫遐车顶吼一直足烦足吵的啦，拢伊等伊提钱啦，啊，我惊伊出代志吼，就想将伊家迄讲分去啊。啊，分去了吼，伫遮再来日本料店外口啦。啊，水工大师，我拜托你叫阮当的啦，无伊去外头弄个煞客咧。哟，去啊！阿念啊，恁赶紧甲恁当的差入来啦。啊，若无万一家己遐精神哦，啊，佫走去做迄自然西果，啊，唔叫卡油卡我做，进来进来。哎呦，阿念话，使你去看啦。迄个自然西果真正有够厉害啦。迄目睭真正袂当看的咧，哦，你若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你敢若会吸人同款咧，甲你吸到一个坑内底，安尼你就蛇神蛇力，啊，规人戆神去啊！哦，真当的真正有够无路用的啦，讲要替我出头，结果咧，家己中计。啊，你是讲要创啥啦？真当伊虽然讲伊会去骗啦，啊，不过全世界上好骗的人就是伊啦。啊，哦，你实在是哦，真当，哟！最近大事，我出轮啦！我出轮啦！我台湾首富，我好个人！阿亮，紧，紧载我回来，把遐所有的不动产哦，拢给卖掉，摕这个自然仙果哦，起一间金光闪闪的大庙。只要这个自然仙果那欢喜，我就财源滚滚一年来。我出轮啦！好人共攀啦！钱捧的，要摕去放开，还阁欢喜到安尼，真正是白痴！哎呦，告诉讲，阮家的一切拢是安尼白痴，是要安怎啦？当的，你精神啦，当的，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我有啊，看我厉害！啊，你快闪！嘿！啊，无好呢。阿亮啊，你安尼无好啦，恁当的是迄种催眠呢。好，阿姐再试看卖。对啦，催眠就要有迄暗号，伊才会解除啦。梦片，我知影暗号。阿姨，这只无效呢，安尼唔是梦片的暗号。阿姨的暗号来试看卖。去吃。这嘛不是的，大好啊，阿免啦。会使啊，我看哦，庄董这届哦，应该是比我甲孟平更加吃力呢。哎呦，阮董若知影伊钱去互骗去啊，伊切开吼，一定哭死的啦。伊若知影伊甲全部的钱吼，摕去互伊自然成功啦，伊唔当去吼，一定去互公司的啦。公司？是啥个公司啊？啊，你偷鸡娘啊？哈？偷鸡娘？偷鸡娘，你对？偷鸡娘，你对？哎呦，原来偷鸡娘这三字就是暗号啦！安尼哦，你是足惊恁某的？这不是我惊某，是我某唔惊我啦。哎，我来你遐啦。先别急溜，我问你，你去自然生果遐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讲。哟，我就甲阿亮啊去自然生果遐，啊结果，结果是安怎回来？我都拢袂记啊咧。哎呦，哥，你抢一张300万的机票，买十个转运手环呢？300万！啊，大师呀，这300万哦，我回去一定要头家娘换我公司。那无公司哦，谁敢无得跟我离婚啦？啊，他这下要安怎了？这下，
就讲大叔啊，咱两个是马子的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想办法咯，把那300万给我救回来，啊那无，我的时间足歹看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对对对，先慢紧张，先慢紧张，拜托拜托。你即马哦，去银行做一个动作，就解决了。什么动作？这动作叫做止付。哎呦，我来无晓得哦。嘿哪里，还袂紧张，这这这这这这。哎，阿廖诶，哎呀，这个主人生高，真正是有够妖秀，有够生高诶。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因这个诈骗集团哦骗出原形。阿姐姐，阿哪样？你敢有想过，是安怎阿娘甲庄董的去，敢那庄董会互人催眠，阿娘无代志啊？哎呦！啊，阿娘啊，卡戆啦！迄巧的人哦，再去有催眠啦。哎，好不乖哦！我这个才有催眠，催到这么吃力的。答应嘛好啊。因为吼，我叫摇入催眠吼，中招是有济啦，真岁也好辛苦。大爷，啊，千岁也添油香，我添遐尔啊济，啊，阮两个斗阵去，倒有可能讲保庇伊无保庇我啦？乌白讲你实在哦。啊，迄主人先讲吼，叫阮看伊目睭啦。啊，我当初吼，我看伊目睭时阵吼，刚刚全身吼松松软软的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啦。啊，不过看到冻的吼，那咧冻哦冻哦，我咧惊命呢。我咧甲伊讲，甲伊讲，袂当吼叫我催眠，袂当叫我催眠，袂当叫我催眠啦。对对对，我之前吼，但网络顶头敢若有看过，迄去互催眠的人，爱甲家己讲，袂当去互催眠，袂当去互催眠，安尼催眠就袂成功啊哦。阿亮啊，你应该是用这种方法啦。无唔对，主管大师来讲哦，你若拄着迄个自然成功吼，你千万唔通看伊目睭哦，凊彩看看了，唔通认真看哦，无你个门票去互咧搞走去哦。阿亮，阿亮我知影。啊！不过我咧想的不是这个状况，我咧想是另外一个状况。恁大家甲想看卖，这个吼自然生高，又在条骗遐尼侪人，遐尼侪人叫骗去哦。嗯，是啊，无人报案，哈？这什么情形？哈？哟，啊到底是安怎？啊！伊甲人催眠，催眠的人也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当然袂报警啊。哎呦，真妖秀，真厉害！我咧讲这个代志哦，咱都要从长计议，咱千万莫轻举妄动。就是安尼啦，就和这个水空大师来甲这个自然神功哦大战300回合，让伊知影什么叫做哦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嗯，水。好，今仔水空大师，你听着查某人的心声呀，用这招解决。无不对。嗯，听。我听着，要死，我听。你个鸟鸟要创啊你？啥？非常细腻，非常非常之细腻，哈！你猜对了，那咱紫莲仙姑是用催眠术，哎，啥代志严重啊？今日个大志讲，先生，啊，你物件落去呢？我哪物件落去？你的诈骗手法落去啦！哎，拄只你在阮店门口摕手机去录影，啥录啥？无我哪有，哪有要讲的？无。哦，真好真好！哎，啊，阮四个甲你围的哦，你也莫讲阮妨碍自由，我先甲你讲，有证据的哦，哈！报警站，靠，水卡！拜托，莫报警啦！莫报警，出会用的啦。啊，不过你爱讲，你是安怎哩？日本料理店的门口遐录影翕相，讲。嘿啊！咧，我的店安尼哦，一直翕一直录，是录啥物意思？哈！你俩做家，你甲阮录无？阮监视器嘛，甲你录到啊啦，阮嘛有证据啦。啊，讲，报警站，好水卡！不不不不，
卖不警察啦，我讲啦，我是自然仙姑遐个人啦。啊，我著知咧，用这招，你著是神机哦！啊，把迄个要来问事的人的底拢探无好，啊尾啊，啊人去哦找恁自然仙姑来问代志的时阵，啊恁就一比一中啊嘛，这标准的诈骗集团嘛。我跟你讲啦，恁种诈骗集团的手法哦，因为骗伤侪人的钱，人即摆因为钱无去，已经想袂开，有人自杀啦。你这等于是谋财害命哦，你但是大条啊！你手机搞偷录吼，这就是证据，你才死啊你！报警察，水客，卖报警啦，无要安怎，我拢配合恁啦。这证据交恁啦，吼。证据交出来吼，安尼你算叫，安尼咱算朋友啊，啊，敢是朋友吼？甲我当下去一本料理店，我泡一泡茶请你吼。讲话算话，别当报警哦。没啦，政府你这别当报警啦，没啦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安尼哦，你先带这位先生哦，等于咱日本料理店哦，哎，啊，直接泡茶请人哦，好人款待哦，莫讲吓惊哦。会啦。安尼我今嘛哦，就来找这个紫莲仙姑，我再看卖伊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。啊，翠凤大叔，你这样去，安尼刚好。放心啦，我心内有数。哎呦！这是不是恁道中下来？啊，要吃无？这个跟我无关，无关系啦。无关系哦。哈哈哈！叫，安尼就对啦。卖接，好，讲无要接啦。乖机，哦。嗯。死啊！我呐，是走去倒啊？电话来关机。等下就好，我来修理。修理正事。对呢。阿花来做代志，这么谨慎的人，伊哪有可能关机？敢讲已经出代志？哈哈哈！这有够聪明啊，有够好笑的啦！那阿姨啊，笑，你敢还笑娘哟啦？规工哦，敢来还食，敢来还看手机啊啦？你要创啥的啦？吃了米。阿姨，你哪安尼讲啊？你到底是要我给你赚偌济钱，你才有够用？我送一个物件嘛，互你买，吃物件你嘛爱念，无依无属，我嘛爱给你斗相共啊！哎呦，主任，阿姨唔是咧给你念啦，阿姨。阿姨是烦恼你，烦恼你逐天看手机啊吼，啊看我目睭会歹去啊，啊你嘛知，咱本宫哦你是主工呢，后摆哦阿姨还搁我挖苦你嘞，阿姨唔敢甲你念啦，你莫后白想啦吼。嗯，对哦，你就知影骂我，搁讲你无，手机啊还我。你连成功快递哦，签收。快递，慢等。你袂晓签咩？这拢算我快递，我是咱都袂当签。咱也无订物件啦，凡正内面就是什么阿里不达的物件咧骗钱的，所以你袂晓签嘛。阿姨，你是安那烦恼会互人骗啊？你搞个一天干咩？我是烦恼讲哦，这包裹啊，这快递，凡正快递费是咱爱出的啊。快递的费用已经立过了哦，哈，这订完些礼品啦，不是什么网购的物件啦，哦，不管是不是骗人，你紧签签的好无？我个朋友爱走呢。阿姨，我礼拜讲过啦，你莫大家安尼疑神疑鬼，你是烦恼谁来害咱啊？这是信中送给我的物件，啊，天顶来偌礼物，我想都袂当收。等下，快递先生，麻烦你给我拆开。啊！我甲你送回，我咧替你拆哦。你这阿姨，你食啰嗦你个。啊！你是要拆唔拆？啊！好啦。主任，你一天到晚叫我替别人钱，一个所在骗煞，搁换了一个所在，拢是你，害我暗时拢睏无好。其实我就是要找一个所在，会当安稳住落来，交几个朋友，做一个较正常的工作。阿姨，咱莫搁骗了好无？主任，
你爱知影呢？你一岁的时阵，恁妈妈就跟人走啊。啊，你三岁的时阵，恁爸爸就往生去啊。是阿姨安尼辛辛苦苦安尼甲你饲恁大汉的呢。啊，你即马讲不爱做，就不爱做。啊，你叫阿姨是要安怎啦？我知啦，你大汉啊啦，是搁要打啦，你家想要飞啊啦，你不爱插我啦。我规日死死的好啦，敢会顾你的冤啦？阿姨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会当做一个较正常的工课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饲你，我袂放杀你的。啊，正常的工课，那有比这较好赚，搁会当赚啊恁济？子明，你和阿姨拜托你好不？阿无。咱阁做最后一届，最后一届就好，一届若做完，咱就莫阁做啊，安尼好不？阿姨啊，你大概拢讲这是最后一届，你是安怎我替你赚这么侪钱，你阁无满足？敢不你提遐钱，你拢袂感觉讲良心会不安心？莫安尼啦，拜托你啦，最后一届就好，最后一届就好啦，吼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好不？看起来这个紫莲仙姑不了有良心，还佫有妖异，颠倒是伊这个阿姨，才是幕后的主使者。吼，你脚手哪慢啦？拆一下物件拆久。好啊啦，好，啊你当请个。嗯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这阿凡啊，哪会无法度连目着？进来，进来。嘿，啊，迄自然成果好啊咧。哎呦，我卡带转去公司哦，叫员工甲顾着，唔敢继续，我想报警。哎呦，阿段，你敢有看到迄个自然成果？你敢红催眠啊？阿莲阿老可能阿落差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代志。哎，咱这个，咱这个嘛。哎，你知影无？其实迄自然仙姑真可怜，伊去用利用的呢。真正夭寿的哦，是因这个阿姨。因阿姨唔能甲控制哦，骗来钱我全部拢赶走哦。啊，其实自然仙姑伊根本走了，已经无想要安尼做，无想要骗人。啊，问题因阿姨袂放伊耍，就伊欲叫伊哦，一定要安尼做。啊，所以不得已啊，歹势拒绝，就安尼。那你讲起来，迄个仙姑嘛是受害者。嗯，我不管什么人是受害者啦。对我来讲哦，自然仙姑跟阿姨哦，迄两个是共犯啦。我早是受害者啦。阿娘话，我今日想到300万哦，规个头壳安尼麻啊麻啊麻啦。哦，够我300万块钱啊钱！哎呦，诈骗集团就是诈骗集团啦，讲遐济创啥？该抓起来啦！哼，抓起来！嘿，若真正我想袂开哦，我真爱叫怪手哦，迄个规根脚拢砍掉，钱拢吐吐出来，假笑！是莫安尼啦，啊，安尼个想啦，好啦，咱就报警察啦，啊，警察就拢个抓起来，啊，甲定伊罪，加加互伊吼关半年，伊阁出来继续骗人，还是要创啦？照我咧看哦，这个紫莲仙姑还够救，不如咱就对伊下手吼。只要伊哦，卖帮伊阿姨继续咧骗人，因阿姨就变成一尾哦无毒的蛇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啦。哟，对。你这个想法袂歹，啊，不过咱爱紧处理，啊，无这个仙姑若互因阿姨洗脑，安尼咱就歹救安尼。陈大阿亮的。恁想办法哦，去查看卖这个紫莲仙姑因阿姨哦，到底是甚物底，吼背景是甚物，啊，佮爱了解吼，因哦是安那共骗，迄手法是甚物，咱只了解伊的交战守则了后吼，要对付伊就真简单。对，这样简单，迄紫莲仙姑下骹手人即摆是咱的手头，我甲伊问清楚。咱即个要对付的人哦，毋是普通人诶，毋是像咱正经哦啊遐尔简单难战就甲卡起来呢，咱要特别细腻。啊，若无，凡说恁去有道家，迄个水啊古仔。啊，道家，
然后，然后我即马赶紧转到门口去，啊，恁无用，我来走，吼。好，好，哎，再见啦，再见啦。拜。哎，啊，警察。刚刚是这样。安子，我特别要让你见。变脸刚才这样，今仔办大事也重要啦，哈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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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来去啊。来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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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。哟，做好料呀。来来来来来。哦。你自己做的物件，你唔要家己介绍咧，点点。是安尼啦，这太阳饼是阮较早金夫人哦，卖了上好的产品啦，啊，完全拢是阮妈手咯。我甲妈想讲，既然养生面包卖了无好啊，啊，过去啊，就讲哦，上强个产品提出来啦。实在想讲，想办法甲金夫人这个招牌哦，重新个挂起。嗯。阿表，你妈妈做过太阳饼啊？问你上准啊！你感觉口味够有走气？完全同款，这就是我思念的味啦。妈，祖先，我较早上爱食咱店的太阳饼，我就是我永远食袂着啊。对啊，表，啊你感觉这太阳饼够有市场？那是会当维持稳定的品质，绝对无问题。祖先，坦白讲，还是好食呢。哦，我唔知你这么搞做这太阳饼呢。看你大家拢爱这么学咯，我就足放心的啊。祖先，以后吼，你用这太阳饼哦，做你重新出发的武器，好好做，妈一定支持你。妈，多谢你。啊对啊，祖先，那安尼你要伫倒位买啊？我就想讲，伫牙齿啊，搁网络哦，两边拢做啦。啊，是讲到时阵啊，订到上侪票，可能麻烦你等下到做啊。你这个干什么东西？还点头呢？你们这……哎，伊即摆是二太太，不是金太太呢？伊即摆是哦，日本料理店的头家娘哦。哎，你袂再大概哦，你欠人讲的时阵就想到阮某啊。你只要当作阮啥，人力中介业喂。对啦，真香啊！啊，最可恶的嘛，无唔对。啊，日本料理店这里无用，你嘛搁再麻烦美凤啊啦。哎，拄啊开始你就做较少个呀，啊等生意较好时，量爱较大时，加请两个师傅你就好啊嘛。啊你若是要当网络顶头卖，啊规气就做网络直播唔着啊？直播？嗯。我毋捌做过啊。哎呀，做哪简单，直播最简单啊。就是呢，可能日本料理店质量同款啊。啥物物件哦，我家己直播，家己卖，别个人好嘞。直播吼有一个美感啦，我甲你教。你转去了后吼，你就爱哦有穿一面镜，去逐工甲看。啊，你原本哦穿你个面，本来就臭面只哦，啊你臭面你逐工看。我爱照镜看哟，可是。等你变个笑面的时阵哦，啊你物件就要100%会卖了就好。哟。好啊啦，莫阁甲俊兴创治啊啦！俊兴，阮大家尽量甲你斗三工，你也加油哦，我对你有信心。跟你讲哦，这足厉害的哦！我甲同事团购过来过来才摕到的呢，紧张。笑笑，有当时我看你安尼哦，足心酸的，拢会想到较早食人头咯。啊，迄时阵哦，有同事会当团购聊天，感觉足好诶。哼，因拢唔知影，看过足忝的呢。紧张。我人都在家。总经理，阿弟不好意思啊，你来吃。好啊。哎呦，真的你要澎湃啊。恁当初对你人啥款哈？刚好到底是哪个人哦？爱跟你讲啥？哎，
拜托起来。啊，你一届哈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我是不要那回答你。当署长啊，你是台湾人，而且人真好。嗯。也唔过，伊雄雄哦，拜日休困，啊叫你出去，安尼算是加班哦。哎，我是总经理的，哪有什么上班下班的代志啦？而且今日当署长有甲我讲过啊，只要我甲公司好好经营起来，伊绝对袂亏待我。所以啊，这淡薄仔时间对我来讲，嘛无什么损失啊，对不？哎，安尼听起来，是不是当署长有予你重要的任务啊？我是感觉当署长对我印象是袂歹。迄是当然啊，你的能力，还佮有你的人品，是一等一的呢。恁公司会当请到你这款人哦，是恁公司的好气。这样唔够，这个代志哦，感觉怪怪的。当署长哦，就 Kelly 哦，感觉是想不清楚哎。哎，头拄好佮 Kelly 啊，啊，全个世界行行的，唔知影是不是有甚物代志要交代啊？伊敢会是哦，要甲你降职？啊，甲 Kelly 升起来做总经理。啊，敢会安尼？袂啦，当署长啊，若是要安尼做，伊哪有需要学我？而且今日对我态度，那真好呢。这哦，就叫做明升暗降啦。伊表明呢，甲你学我，啊，其实哦，伊是想要找机会甲你架空，然后甲伊的人哦安排你去公司。哈，那真正是安尼，根本是够恐怖啊！这毋是你想安尼啦？你啥物时阵转来？我拄转啊，想讲起来楼顶哦，找一个方放轻松一下。哦，那安尼，阮拄则讲的话，你应该袂去甲董事长讲。我敢是这款人。无啦无啦，阮真是哦，对董事长较好奇啦。无啦，董事长会找我，是因为伊拄好有一个查某孙，甲我年岁甲我差不多，所以想讲哦，利用开讲的方式，看会当较了解伊查某孙心内咧想啥啦。啊，伊无找你问公司的代志，是因为想讲你较无闲，惊耽误到你的时间，毋才会找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死亡啊！是安怎？哦，最近我放啊足高诶，我唔顶啊几下铺诶啦，我足上诶。大家拢无代志，咪着你互妈顶啊。我哪会知啊？人拢互妈啊欺负啊，你拢安尼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去楼骹地窑啊地抹者好不好？呀，谢了。吃物件，吃物件，这最好吃的哦。物件，吃啦。啊。多谢你替我买药啊。这是我应该。这好，阿哥我甲客气哦。我看吼，咱呢无啥好，伤差吧啦。啊无，咱出去踅街看电影，做一般男女朋友会做的代志。好啊，我了安排，我来配合你。我就知你对我上好，我去换衫。喂，董事长，尼克啊。歹势啦，你哦无当你好困啊啦。你即久吼，紧赶来我家啦。有一个要紧的代志，我要紧拜托你去办啦。好啊，董事长，啊你的地址是？好，我两边就搞。好，可是你当署长，包底谁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佫袂当出门。是啦，是的啦。啊，当处长哦，啊，我即摆在过。好啦，卖生气。等我报告的时阵哦，我一定好好弥补你。好啦，我会找时间。来，同奈。
我先来走。恁两个这么放下，后摆只要恁两个在吼，我就要找一个所在避起来。这通电话哦，一定是阿公卡，我拢叫伊莫安尼做了，伊拢唔爱听。要唔过看着米娜甲尼克安尼晒恩爱，我心真正足痛。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我出去一下。米娜哦，你敢有需要这么明显啦？我哪有？前面拢看得出来，你是挑过伊做给 Kitty 看的啦。哦，安尼你就叫前面来看。你可真是我的男朋友呢。我甲伊安尼哦是真正常啊，像别人男朋友真是无正常的呀。这较细声的啦，你是惊伊无听到？是啊，我就是惊伊无听到啊。我米娜的男朋友哦，就算讲我无爱滴哦，嘛不准别人来抢啊，知无？好啊，啦，米娜。爱一个人足困难嘞，无爱一个人嘛足困难。假使我若是伫个美国就甲伊告白，是毋是就免遐尼辛苦？总讲一句，你爱会记个啦。万一以后你若发现讲你家己无法度解决这样代志哦，做你甲我讲。阿公，你后壁全部听你的，听无？其实我根本无想要靠阿公的斗三工去破坏尼克跟米娜的感情。若不是米娜，逐个拢超过伊，踮在我面头前秀恩爱，我根本就袂生气啊！起码我已经知影尼克介意的是甚物款的查囡仔，我会当改变啊！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把他抢回来。各位信众，今天的仙姑就开始到这，你们回去了。感谢仙姑。哎呦，赵英人卡床下成什么系统呢？我就卡床啊，头都我好。你这无拄啊，信着才走尔嘞！等下我等下看了，你安尼敢会看？脚穿落来啦！吼，真正是啊！细细念，细细念。我今日要忝一天啊！等下外卖来送物件来哦。你家己食倒啊，我要来休困啊，知无啦？好啦，知影。要死！喂，妈，我不要出院了哦。Thank you.
是啊，我是这间庙宫主啊。哦，啊你啦，多谢你送我转来呢。没啦。昨天啦，啊你食什么头路？我想起来，我搁屏风搁要查上一挂代志，那呢我先来走啊，明仔再来看你啊，哈。好啦。哎，高叔叔。哈。啊，你刚上来就去了坑道去啊？啊，那坑边迄个，迄个，迄个，你不是刚送快递给我迄位先生？ 哦，我想起来，你是迄个诶紫莲神功的无？诶，你遐怪怪呢，有一个阿姨吼，还包裹那边收不收的，那呢？你两个是啥哦？啊，你这拄啊好啊！所以，刚刚你是这的庙公？嘿啊嘿啊，这是我的正职啊！哦，啊，那是迄快递哦，迄是副业，迄减的减的，死几歹歹啦！哦，嘿，啊，无你靠这香油钱都无够用呢。 就是讲啊，啥物事嘛，卖一寡物件，加减趁一寡收获。卖物件？卖啥？卖一个希望。希望啊？用这中庙呢？用这不是钓具店呢？卖希望啊，我卖钓竿呢？是希望。希望是咩啊？卖啊？公主啊，你听有无？我毋知影呢。有时阵有一寡人想要发财，你就卖一个希望予伊。 伊毋是伫遐物件有偌济价值，上重要是你会当予伊偌济信任。哦，我知啦，猫鼠仔花嘛。无啦，迄猫鼠仔花毋好啦，迄袂输讲咧共骗钱诶，迄有报应，迄毋好啦。阿弟，安尼遮？阿姨。 我是今日走好啊！哎，即马陈雷公收来就落雨啊啦！安尼，安尼有人要送物件来阮遮，安尼讲，当时只阿姐姐就走倒去啊。嘿呐，阮今日食咸糜哦，做好食哦，留落遮啦。安尼歹势啦，我惊我无走好线，等者毋知要安怎转去啊。你这里放心，你若食饱，自然有人送你转。嗯。哦，那呢，我就甲恁交了哦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来。我这间庙哦，无大景啦，小我细就到石头啊咧。我感觉袂啊，安尼真好，啊真清幽，内底嘛真清气，安尼才有庙的感觉。啊，不过一般人拢感觉讲哦，庙就愈大景愈厉害，啊看起来安尼较灵些。 这无一定，目睭所看到，甲事实一定有差别。选择甲家己较有缘分的庙，啊，随意自在就好啊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我常咧想讲吼，有一天我一间庙吼，若要拓较大间的吼，哦，我就较怀念哦，即嘛只着感觉，安尼哦，亲切、简单。阿姐姐，哎哎哎，哎。 啊，有信徒伫个啊，啊无啦，伊毋是信徒啦，啊，着我伫个路跋倒吼，伊甲我送转来啦。妈，你跋倒哦，安尼做无？哎，无啦，我安怎啦？啊，是讲哦，拄啊有伊甲我送转，啊无我暂时来看着，你紧甲摕物件转来。啊啊，小姐，多谢你，来啦。哎呦，啊，今天就来啊哦，咱做伙食暗顿啦吼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 袂吧，好食嘞！嘿，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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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做人爱光明正大，啊，不过我今嘛变成一个骗人呐，阿母，我真正对不起你。虽然讲你细汉，
是恁阿姨甲你带大汉的啊。啊，伊对你来讲是有养育之恩，所以你一直想要报恩啊。啊，不过你袂当因为要报恩，啊，就帮助伊去骗人的钱啊。这报恩甲害人，这是两回事呢，这袂当人人做伙啦。啊，上重要是吼。恁妈妈自你细汉，就希望讲你大汉当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，敢毋是？你哪知影我伫想啥？夜头三笑有神明啦，咱人哦，就爱光明正大，面对家己的良心，安尼才对啦。我在想啥？那这哦，就要好好甲你解释一下。是安尼啦，这个水空大师伊的本业吼，是料理店的总破西啦。因为一摆意外了后吼，伊就一个能力，会当听到查某人的心声，所以哦，伊拢踮咧这间庙吼，替女性服务，替人问事啦。啊，伊即摆吼有两个身份。一个是总破西啊，水西啊，一个就是吼，你无事的这个水空大师。水空大师，是啊，这是伊的法号啊。啊，那我的法号哦，叫空空师姐啦。啊，这位吼，这位就是水空大师的太太，叫做美凤。这我爬足侪年哦，才爬到的。阮拄啊结婚哦。你莫一直讲啦，会互人看笑话。啊！我有一个水母，我当然提出来养一个。哎呦！啊，你要定养养养，你嘛要怎定？你做啥不用看嘞？你哪呢哦？福山就是一个花啊呢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大嘴口的感觉，互我种新鲜呢。啊，空空叔这是我的干妈，我定叫伊哦，空空老呢。所以哦，我拢是一个花啊。啊，我若平常时哦咧办事，啊人咧问代志的时阵哦，伊拢会边仔甲我斗相共。原本我阁想讲，伫这世界上只有我有特异功能尔，啊想袂到嘛有人甲我共款呢。啊，只是伊是咧帮助人，啊我是咧骗人的钱。虽然讲哦，我毋知影提供白啥要花这特异功能。啊！不过我有这特异功能咯，我足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帮助足侪人的啦。哎，啊，卓莲小姐，你是不是会当卖帮助恁阿姨啊去骗人的钱啊？凡事拢有因果呢，你安尼是咧作业呢。啊，这业务呐愈积愈侪，有一天业力引爆，那是无法度收煞的呢。我嘛想要甲你同款安尼帮助别人啊，啊，不过伊就是阮阿姨。憨查囡仔，做长辈吼，无一定袂做唔对代志。啊，既然你甲知讲这是唔对的，你就不应该阁做落去啊。你敢知影？互你骗钱遐个人吼，因的钱吼是拢辛苦钱、艰苦钱呢，哈，迄是因老火赚得来呢。啊！你遐钱甲因骗了了，就可以甲咱敌人的性命共款，你敢知伊心肝内偌痛苦？我看这个紫莲小姐应该嘛是一个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对于帮助妈这件代志看起来都知影。啊，不过你要赶紧觉悟呢，唔通愈聊愈深。你唔知影？自细汉就是阮阿姨甲我请养大汉的，别人拢有爸母疼惜，我有代志干哪会当找阮阿姨？我只是用我一处是着有的特异功能，替伊赚一寡手续费，报答伊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无做唔着啥。阮拢感觉会着，你本身足好个，啊你足善良个，啊不过。
你明明心内就知影，你家己做唔着代志，还是安要搁一错再错咧？啊，我想哦，恁爸母若咧天顶看到你安尼，一定就伤心的哦。你莫摕我的爸母压我，因早就放心啊。即摆甲我真正有关系的人，就是阮阿姨。问题你身躯流的是恁爸母给你的血呢，你只是唔愿意承认。你家己对不起你爸母啦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夜头三笑神明，紫莲小姐啊！我无爱听，我无爱听，你莫阁讲啊！哦，哎呀，就算你莫阁讲啊，紫莲小姐，你较冷静个啦。我阁有代志啊，我要先走。我紫莲小姐。明明有这么好的退休工，人家去帮助人，唔接到，啊，那说颠倒提这物件咧骗人的钱，哎呀，真害了！放掉，再见。哦，来呀！放掉啊！其实我是感觉啊，这治安是上重要的，啊，不过以你的素养来讲啊。这便利性就不少重要诶。其实伫台湾哦，不管是住伫倒位哦，拢比美国方便足侪啊。你爱讲啥物啊？我伫美国住诶迄个地区哦，我干那想要来便利商店呢？我开车开40分才到咧啊。那安尼哦，你也愈来愈介意台湾。伫台湾啊，不管做啥物代志哦，开一半时间就好啊。诶，够啥物啊？啊，是讲我嘛咧烦恼咧。以后咱哦会愈来愈平淡哈，那个啊，多谢啦，今仔陪我去看厝啦，啊，唔知有落耽误你甲恁女朋友约会时间啊无吼？不会啦，都唔对，陪你看厝哦，这是我应该。而且你这个厝边的长辈，甲你做伙哦，一点压力拢无。那个啊。你一定爱记你今仔讲的话哦，以后啊，无难着借你啦，放假啦，我常常招你出来哦，你到时不能走我厉害。那安尼哦，我讲女朋友报备一下。会晓报备就对啊，利用报备哦，寻到考验恁这个爱人啊，是一个四大体的人。啊，是，当唔对，我会记的，对吧？当唔对。我今日看厝够介意啊！哎呀，看遐济，看遐少啦，还袂找到介意啊！当然对，后盖我阁陪你去看。哎，真希望当然对，咱赶紧找到你介意的厝。那安尼哦，你就唔免阁继续啊，住伫你的亲戚一边啊。咱找厝看厝啊，嘛只爱靠缘分呢，就敢咱两个吼咧。当然对。你经营看是咧看啥？无啦，我咧食足水咧。哎，你平常时啊，就一般迄种，我今日打扮，真足水诶。所以你诶意思是讲，我脚头拢无水啊？哎，无啦，啊，遮毋啊，你来遮是要创啥？我叫你来啦。哦，啊，你搁戆戆起来要创啥？紧坐尼克的屁股边。总经理拢已经加班啦，我嘛歹势哦，踮咧厝里休困啊。安尼想都对啊，你嘛真敏感呢，我也无讲啥物啊。恁两个是一个总经理，一个副总经理，我公司以后是要拜托恁个家合作的。我是希望恁两个快当哦，较早培养感情的，较早安尼互相照顾啊。当然对，这你放心。我讲凯莉啊，一定会好好培养感情。其实啊，我才拄离开公司无偌久啦，大部分嘛是爱靠总经理。
那也安尼想就对啦，啊！哎呦，你哥，话讲遮久，我真得不倒呀。无安尼啊，恁两个今仔我请，等于我甲恁慰劳者，好无？好，冇问题。我们得行啦，快点。谢谢。我来，我连都袂着。啊，自然，那阳光搁无去。今日两个人拢出代志。哎呦，我这个千金大小姐，你规工是走去倒啦？我安尼找你找到要死，我足烦恼的呢。啊，当是安怎啦？啊，来规个人安尼戆神戆神啦！啊，你是叫母亲来牵起哦啦？你是仙姑呢？你别去乌白乱走的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紧来去，里面内面啊，手面洗洗咧哦，啊，小整理一下，小等下哦，有迄善男信女要来问代志吼。我这毋是啥物仙姑，我无想要做骗人代志啊。无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我是讲我无要甲你斗相共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哩啊？哈，咱是咧替人开恩，咱唔是咧骗人呢。咱莫家己欺骗家己啊！什么开恩，根本就是咧讹别人的钱，钱唔是安尼赚的。无你今日是咧安怎？你是去有啥物人甲你洗脑？点解你后壁讲啥？我去拄到水空大师，伊甲我讲，我若是搁甲你斗相共做歹代志，我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水空大师。这是什么人啊？你听外人安尼讲两三句话尔，啊，你就转来对我讲这种话啊？为着我就是袂当阁骗人啊！阿姨，我可劝你嘛，莫阁做啊！这几年来，咱赚的钱已经有够用咱规世人啊！我求你，你莫阁逼我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！你即摆就咧讲啥的你啊？这是我用苦心经营起来。你是我辛辛苦苦请养大汉的呢，想不到你今仔日在外口听外人讲几句话尔，你就转来教死我，安怎？是可袂担？我跟你讲，即马吼是钱在做人，不是人在做钱的社会。咱只要钱若赚有够，咱就用看有去。赚这事唔赚，我就担当死啦！我怎无法赚这种无良心的钱？什么会是良心？当年那不是我，把你带回来饲，来请养。你今日有这日子，人还过死无？你有想过卖啊？你细汉的时阵，我就把你抱回来饲，把你请养到这尔大汉。好，你要爱有良心，会用的。你从你这几年，在我这吃、穿、用的。拢总算给我，唔免偌济，五千万就好。你五千万若摕住，就将你的良心买倒转去啦。你，今天你是什么烂日子？开始哦，是阿花若无去，过来就换这死查某鬼啊！倒来甲我讲这有诶无诶啦，袂用诶，伊是我诶摇旗枪呢。我若是无伊，我是要安怎活？我一定要想办法甲伊留掉。当时丢，搞有几张？哎呀，小妹子，哎呦，那个，哇，真难点嘞！啊，今天那我时间长，你走来啊？哇 ，Kelly， 你有够水的呢！多谢你的哦，哎，我头一次到你上班的所在呢，
你穿安尼袂歹哦。啊对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位是阿喜，嘿，啊这位是怡君，因两个是阿母啦。怡君阿喜，给你介绍一下哦，这位是 Kelly。啊，是阮的新室友，啊，伊即马吼在 Nick 的公司做副总诶。哦 ，Kelly 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我今仔日啊，是做我公司的董事长，来这食饭啊，等下扣你哦。哦，我等下啊，哪里无问题，来先请坐吼，坐落来讲，坐落来讲。来，我甲你友谊啊吼，来，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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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。啊，等下，小等你若想要食啥哦，再甲阮讲啦吼。有啦有啦有啦。来来来来，先先先，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嗯，是安尼啦，顶回伫个我表小弟因厝吼，食阮表小弟恁的客查某囝煮的养心糜，好够好食啦。啊，咱阿哥因为照开店嘛。所以我今日专门来捧场，要过来吃好料的啦。哦，客查某囝，啊是讲美凤姐哎呀？美凤，啊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美凤啊，叫美凤啊。啊，既然是当下的表小弟的客查某囝，那恁意思就是美凤姐的客伯，啊那恁美凤姐的客伯唔就是？啊，老头家。哦。啊，所以当下你是老头家林有秋的表兄哦。恁哪有熟识哦？我偌熟咧，啊嘿哦，老头家常常来阮家捧场咧。这世界吼，真正足细个。那恁当时对我就拄啊好个呢，到时阵哦，你就会当常常来遮食饭就好。孟平，到时阵爱麻烦你啊。冇问题啦，阮店的料理甲服务哦，是大家乌鲁噶会得知哦。放心啦，我以后会定来捧场啦。哈。咁啦，无看到美凤啊，阿美凤人去倒？哦，美凤姐啊，刚西去庙下选就转来啊啦。啊，无滴哦。啊，那也好运。头家甲无滴，无通食好料理啊，无要紧啦。林林接过来了，哎，董事长，无啦啦，坐起来，坐起来啦。哎，系啦，迄啰老头家表爷，伯公，伯公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吼是中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，阿水师的头叫师啊，我叫阿喜啊。虽然哦，今仔阮师甲头家拢无伫个，啊，不过今仔恁要食啥，完全我来处理，一定妥当无问题啦。嗯，是啊，董事长，阿喜的料理我食过啊，真正袂歹食。我来，我保证。是啊，我嘛食过孟平炸肠的宵夜粿，一级棒哦。有有有。我来我来我来。恁都安尼来保证啊，我感觉应该无事了。好啦，我要食好料的，啊，明仔来拜托你啊，哈。哦，无问题，靠我这个阿先生。阿姨，你好好表现哦。嗯嗯嗯。啊好啦，啊，阮先来去保养。恁讲恁讲，好好，恁讲啦。啊，给给，赶紧赶紧赶紧。休困尔，像卡来个。喂，米娜哦，啥物代志啊？孟平，哎呦，我肚子枵个，等一下吼，你为店里回来的时阵，帮我炸一挂宵夜。哦，啊，你又搁无食饭啊？哦，啊好啦，啊无先啊，摕素食转去，互你食好啊。好啊，多谢你啊。啊对啊，哎，我甲你讲哦，拄只尼克啊，啊，佮有凯莉，佮有因当个来阮店个食饭嘞。啥物啊？你讲较清楚个。我是讲，恁男朋友佮凯莉，佮因当个来阮店个啦。啊，而且哦，凯莉今日穿甲足水个呢。我看伊佮尼克哦，有讲有笑，敢若做嘛子？同事聚餐，说也无啥物啊。好啊，先安尼啊，拜拜。喂，喂，刚挂掉了。啊！这个 Kelly 明明是调岗的嘛，穿啊很水，什么妆型啊？我想看啊。好。
有够好食呢！我今日食个足欢喜个啦。那哎呀，我即摆转去台湾咯，唔知要阁肥几公斤啦。台湾的美食哦，真正足好食个啊！好加上我平常时有运动，阿无我洗个衫哦，应该拢穿袂落啊。凯莉啊，我看你一点仔肥嘛无啊，你爱吼？太认真嘞，大家平常时爱小争嘞，混磨一下，唔照女人味啊，对不？你看，我讲的对，咱公司有一蕊遮水的花啊，啊，恁少年家哦，甲恁斗阵拍拼，你一定会做认真的啊。是啦，当所长，其实平常时根本就无注意到我啊。伊哦，甲我实在伤久啊，甲我当作好朋友尔。嘿，干嘛呢？也是足可惜哦，这么水，这么牛，下一个美女，你该放下。哎，你袂感觉可惜哦？无啦，当处长，家里哦，若是较早条这么高准，无条条，我就会买去啊。哎，哇，你是外貌协会哦。哎呦，凯莉啊！我即个以当时你有长辈的身份，甲你建议，查某人平常时爱少装一下，粉抹较水的，啊，香水油一下，啊嘛才有迷人味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哦无再时水再水啊，能力搁再强啊，哦，啊，老别人操心都怕算，啊，李哥，你讲我讲的对不对？当时对。啊，你可以有女朋友啦！啊，女朋友是安怎哟？那还未结婚之前，大家拢个条件已经三只手的，你知无？多谢当初你的关心。对啊，时间嘛无早呢，啊，无你唔先送凯莉转去，啊，我同我姐姐等你吼转来，啊，要讲谢谢多谢人点啊，注意落，咸的好阿姐呢。当舅，安尼我就先送凯莉转去啊。好啊。当舅，那先来走。哦，都卡顺利呀，哈。当时你再见。拜拜。刘总来啊。哦。凯莉啊，阿公甲你斗三工真多啊，也你逐日嘛较认真、较拍拼的啊。别讲，啊，你要当美容师对无？啊，那呢哦，我甲你请教一下哦，啊，今仔我煮食的哦，啊，甲有合你的口味，啊，敢好食？你来看嘛，我按搭盘都拢空空空，阁歹食。啊啊，你安尼哦，啊等下麻烦伯公哦，啊若是阮西街美容诊啊，你也甲我学落一下好无？哎呦，你放心啦，这我做会到啦，我甲你负责，甲你学落啦。啊，多谢伯公，多谢伯公。阿姨啊，美容诊西，大伯，啊你哪会来？多谢你来讲捧场啦！上叫你煮食，你煮个遐好食，我一食都煞飘的啊嘞！都唔知讲今仔怎讲哦，过来店的，要过来享受一下。来坐啦。大伯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先生，啊，大家拢叫阿水西啦。伊嘛是这间店的头家，伊的手艺哦比我搁较好，连工你会当来食看卖，哈。那有可能啊！嘿，是安怎哟？那一直给我金金看，美容啊，我面上有啥物件哟？无嘞。嗯。伯公啊！伯公！呼！伯公！啊，是嘞啦，是嘞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讲哪有可能成到遐尼啊成？我知，你是毋是吼讲我有足成迄个播电视迄个李罗对无？吼，足侪人安尼讲的哦。哎，我人去中南部哦，哎，我马上看我都会记的呢。你是咧有要讲啥啦？大伯，啊，你是讲阿水西成什么人是吧？迄唔哪成啦，阿水西甲阮老爸是做一模一样啊。哈？安尼哦。跟你老爸是做一模一样，哎，啊，你敢有相片啊？无借我看一下。哦，真正有嘿。
西，这根本就是你老的时阵吧？阿玲话真正有够神的啦！啊，迄样演的都特别啊！啊，你有机会我嘛介绍我认识者。可惜我的老爸啊，因过身真侪年啦，要若无因啊知影，伊咪照希望要甲你见面一下。歹势，无安尼啦，以后你若思念你老爸吼，你就来甲我看，我照你思念。你较正经诶。啊，对啊，你。阿伯，你看你有想要食啥无？吼，我即摆来做你食。哎呦，玲玲啊，你看我今仔食个遮饱，啊，不过食甘食咯。哎呦。你先去给我看，我知啊，你这么心在赞叹恁翁那这么缘投对无？我真正愈看愈神呢，你甲迄个大伯因爸爸生了真正一模一样呢。有影呢，我看伊相片，我感觉错一个，有够神的神啊！敢会是？其实我妈妈伊在少年时阵，甲伊娘家有过一段情。所以我根本就不是姓李，我应该是姓杨。所以在不远的将来，我杨雄我得到一大笔的遗产。哎呀，好笑！我这边变做伟人了哎，免了，做经理了，免了。你真爱做够乌白想的呢？你叫是好伟人的生活才好过。有足多人为着钱，兄弟姊妹安尼歹面相看，最后敢那剩钱孤单过日子。那我来选吼，我要选身躯边有一个人。过平凡的日子，现啦，身躯边若有伴吼，迄就是有钱人啦。哎，我想身躯边有你呢，夭寿哦！那你的价值哦，超过3000亿啦！哎呦，我来我是台湾首富哦！哦吼吼吼吼！我真有价值，你是无价之宝。干什么东西？无垃圾啊！想袂到吼，你主持功力一流以外哦。伊个泡妞功力嘛一流呢，泡妞功力一般般，中国排第三。明明知影我介意你，可佮超过伊伫我面头前秀恩爱。听你安尼讲起，是我甲我爱的人让予你啊，你哦上好是留早对你个死心。今仔日喏，你若无甲人交出来吼，我绝对要来去警察局无去告你，告你诱拐人口。好啊，想煞叫警察咯，去恁局的哦，甲恁咧骗人的手法咯，会去做证物。到时哦，看是要掠阮，还是掠你？500，拄好，500。啊，钱小姐哦，人家创治，哦，伊搁甲催眠啊啦。啊，之前毋是讲伊要改，哪会搁？别放心，这个代志交我来处理。董事长，你放心。我嘛会尽全力配合总经理。什么话会当讲，什么话袂当讲，你应该爱分得清楚才对啊。我就说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我绝对袂阁离开你啊。自然就无愿意做，你就莫阁逼伊啊啦。伊若袂出来，我也袂嫁。我是什么代志，谁知影？不准你有管理。我决定要买，就这样哦，就你决定了。介绍无问题，介意上重要啦。啊，你要清清楚楚知影讲，你阿姨就是咧骗钱嘛。啊，是讲要等伊到三工，啊是你有啥物不得已的苦衷？云彩的笑容，将阮照好，泼墨色彩写起。皎洁夜天，认真过每一日，心付出。